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哇，我觉得他已经沾冷茶，沾冷茶好像是真香。然后再给客户要不要回家吧？回家呗，就丢人现眼了。丢人现眼，现实在丢人现眼，不敢看都。老大是这个，老大是就是。不要你在玩火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我今天头发有点重。你现在还是无美颜吗？对啊，这么干。到今天打底。你不是洗掉了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打底没有更帅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也是。棒棒。我找了个无人的角落，啥无人？那个店很小，全是人看。人家都是来约会的，谁管你？对啊，都是来这边坐聊天的，朋友。跟朋友坐来聊天，这种氛围可好。谢谢你的放纵。小美会喝热水的，我们是小美和小帅。小美和小帅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小美，注意看，旁边的叫小帅。他们今天出来约会，看看他们今晚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吧。哇哦，咋了，小帅？小帅，我笑，怎么笑？怎么了，小美？我是小帅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就是你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是第三视角。什么意思？就你回忆你之前做过的事情，都不是第一视角，是第三视角。对啊。你为什么呢？你回忆了什么呀？就你回忆的时候，你都是第三视角，但是你明明发生的事情都是第一视角发生的，但是你回忆的时候是第三视角。因为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其实就不是，可能就不是你。因为每个人都活在当下呀，以前发生的事情就不是你发生，对，可能你只是个旁观者。所以说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过好当下和之后就好了。真的，之前是都旁观者，对，过去了不重要。对呀、啊，都像是别人的事情一样。对啊，都像是别人的事情。跨年准备去哪玩？对啊，跨年准备去哪玩？谢谢章鱼。跨年还不知道呢，想去上海，他说去泰国，但我感觉应该会去不了。我感觉你的思维好跳脱呀、哎，一下子又跳到这个。没有啊，他们突然问我们跨年去哪呀、啊？你不觉得该思考一下吗？然后上一个问题你还在说为什么？哇，这歌我好喜欢。谢谢小咪咪。谢谢爱丽子。这个手链很好看，这个手链到时候会卖的。这是我们最近你们叫选饰品，我们就是我助理选的。快点去泰国。看吧，你朝着去泰国吗？这啊，你朝去啊。这个卡地亚就不是，这个卡地亚就是，这个就买不了了，因为这个
是老公买的，这个比较贵，3W。我给大家送了圣诞礼物，在圣诞节提前就到了。去上海吧，还没去过上海呢。去上海也可以，我没去过上海。去迪士尼。没去过上海。对，去泰国就不能直播了。哦，对，去泰国直播不了。在国外不能直播。没有，泰国我们申请权限也能播呀。你去哪申请权限？我看我朋友他都在美国都在播。我有朋友他在美国也在播。踢下踢脚。我有朋友他在美国也一样播，天天播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申请一下应该很快的。那他去哪里申请了呢？就问问他，问他怎么申请的呗。国外得申请才能播。谢谢家人们的保温杯，我们会多喝热水的。去上海，去上海也可以。迪士尼我没去过，我还挺想去的。那就去上海吧。可以，我还没去过迪士尼，我还挺想去一次。你在玩火，你在玩火，别加毛在学习，我看加快了没？你看90了吧？哦，怎么就刚刚74，现在90了吧？现在91，还91了，这不是加快了？95了，我操，还在往上涨，你这么一下就受不了了？这个95还正常的吧？可能刚才70多太低了，60到100都是正常的哦。啊，谢苏轼，谢苏轼。现在掉下来了，84了。我86。那100以上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聊才聊到100以上了呢？那说明我特别的不经撩。100以上肯定就出事了，就会出心肌梗塞、心脏病啥的，应该就不是。那就说明你心跳加速了，你就是体温升高了，你动那个了。那如果你100多呢？100多就是越快，说明你越那个越激动。真的假的？100多你的激动到哪里去了？你先试，你来，我看看我是到100多，会不会到100多？怎么撩的？怎么撩？你平常在床上咋撩就怎么撩？不会呀、啊，不会呀、啊，可不熟。你还不会？我可不会这些东西。你这是方面天赋异禀。你这天赋很高吗？我都不知道你是看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是你没看过、啊？你真的就带这点东西？我没看过啊，天生原配，天生自带的，可能老天爷给天赋这方面顶的多一些。今天给布置任务一段时间。现在是已经开始了吗？没有啊，好像有。放松心情，放松自己。要给我按摩吗？现在像那个按摩师。按摩师吗？哎呦，我都不会，别整了，别整，可害羞这方面。我不会，不会，别整，别整。100以上的话心跳就有问题了。嗯，我现在是92。行，哎呀，别整！啥呀？有病吧？你看，84了都掉了。我看你自己的，你自己这样子，你自己上去没？88，102了。操！我102了。下面他102了，刚才他自己撩了，自己撩的他自己102了。他过速了。我撩我自己，你懂啥呀？我撩我自己。我撩我自己，懂啥呀？你在屏幕外面亲两分钟看看，亲两分钟看一下。我别逗了，有病啊！有病吗？也没到100多，
哎我操，跳停了，给你降一下啊！这个、我还是我九十一，七十多，这个太快了，这个一停止那个活动就立马下来了，是因为心脏没有一直保持在那种运动里面。其实如果你在那环境下一直待着，然后又运动的话，心跳刚刚反光了。看不太到吧？看不到。你注意看那里。看，不是这样子。别说了，家人，你干嘛呀？你们说什么呀？不好喝吗？好喝吗？你觉得还可以啊。就这是啥调料？这威士忌好吗？这就是鸡尾酒啊。这应该是用威士忌调的吧？但还可以，我觉得还挺好入口的，还是挺好入口的。它就是有点草莓味儿，它有点草莓味儿。那个炸产的吗？是炸产。好可爱呀！个人炸产。你出门见面，你们怎么见面？老大的是不是，没有，没关系。啊，金酒，金酒是什么酒啊？金酒是啥酒？感觉喝了这一，喝了这一口我就有点醉了。真的假的？头晕了。真的。别喝了，多喝点水吧，我也喝点水。咱胃真的有点痛，咱今晚吃太辣了，那个辣的胃不舒服现在。老二是老三啥子？刚跑外喝热水了，回家，开门直接打车回家了。老二是老三啥？老大是老二。我也喝多，我有些头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老大，这真的很醉人。老大抱着老三，他们两个一起。对，那他们是。妈妈，你是好热啊，是吧？老二是干嘛？是西很热。我们来酒吧喝热水。这不是，这是那种小酒馆。老二是。他们在玩海龟汤，我们一起去玩，我们家拆家的海龟汤。他们在玩海龟汤。海龟汤是什么东西啊？海龟汤。海龟汤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给你一个一句话，然后让你推出这个故事情节。就是比如说，小明妈妈起来看见小明，后他妈妈死掉了，然后推理整个故事啊，推理整个故事，然后这种故事一般都比较，就是后面给出来答案都比较轻松一些，就让你鸡皮疙瘩。哎，头都晕了，这么快，真的头晕。我怎么觉得这么差劲啊？没有，最爱有的。可好玩，我也觉得海龟汤可好玩。把喝完回家吧，我还有一杯没倒。你说那杯咱不要了。
我已经不想喝了，我好晕啊！我晕了，我也晕了，我都不想喝了。装什么装？你这么能喝？你不很能喝吗？没装啊！你不是电瓶吹吗？你不酒量比我更好吗？你装什么？我真的头很晕，我头也很晕，可能是不是酒醉是醉，酒醉真是醉。我的僵尸来了。谢谢我僵尸复活，僵尸复活，你这橙色的还是红色的？红色的。你这杯可烈，这杯比我这个烈，你这个度数很高，你不是牛逼。你这杯可烈，我喝一个，是不是很浓啊？因为是老大是吧？是吧？是。我记得好像在厦门是喝这个，真的吗？喝纯的，我们还是喝纯的威士忌，好像是。啊，酒，我喝完那杯就没了。咱不是两个输了，然后两个要喝完一杯纯威士忌，还是我定的。是。然后我们说输了就喝完整纯的威士忌，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威士忌往肚子里倒，然后倒完之后我就不省人事了。可吓人，都可能把胃给烧穿，那样喝。特别容易醉，没醉不了吧？是我喝完，你还没喝完，要把喝完，喝完我们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喝不醉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在演，没演，我相信你在演，你就在演，没演，你在演，真清醒的，真的醉了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没演，没演，真的不醉。可以，你没醉。那我的耳朵都红了。嗯，这么快啊？对啊。你可以讲这么好。他说了，不是酒醉了。对。哎，我都累了，可是我们累了，我们累了，然后再加上喝这个，然后就可晕。对啊，肯定在演。他明天第二天起来说，对呀，我是演的，我就使点小伎俩，让你跟我乖乖回家。我现在还需要使伎俩才能够回家吗？就是使点小伎俩，让你提前跟我回家。女人会撒娇，男人把我往怀抱。那你咋不抱呢？撒个娇。我醉了，不怕了。没事，我会扶你回家。我好晕了。要喝点水星星酒。你亲我一下，我不想喝水。喝点清新口味。你可以把这方面讲。老大是不是双重人格？我们关系很好，就是三个正常的人是吗？好甜，像你一样。他们三个是不是正常的人？我可以提醒你吗？不是，老三的家里面比较精神，这个哇，我最近发现沾点茶，沾点茶好噻。然后再给他们，要不要回家吧？回家呗，这丢人现眼。丢人现眼，现实在丢人现眼，不敢看的。老大是的。不要说了。
那外面而且我们在外面那种，哎，这好，这好难喝，下面跟药一样，那个下面，那下面跟药一样，真的像那个金箔念慈庵的味道，好喝呀，那个像不像金箔念慈庵吗？是，跟药一样的下面，我觉得好喝一点。下面一个酸。哦，完了，稀稀拉拉呀呀，谢谢猪猪哥，谢谢猪猪哥，谢谢川王，你去吧，走吧，回家了，走。然后是不是什么器具，是不是什么工具啥的，我想问你，那我问问你吧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我过来，疯了，咋了呀，你直接闻过来的，我不是要你这种闻，走吧，回家吧，你把酒喝完，来喝这个，太浪费了，也这太难喝了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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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希望明年还是来的，但是我明年你还是我自己。什么？问你？我问你啊？我问你？我会啊？那我会啊？那我也肯定是。只要我会，你就会。不会是你不会，我就不会。只要我会，只要每个我就会。就反正都一切都随我的，就跟着我，是跟着我的脚步，也不是跟着你的脚步。就是，哎，我跟你绕晕了，我先不知道啥意思，反正就是明天在一起，明天在一起。看到我眼睛是吧？说。谁演我第二个是男的？对啊，会啊。挡不住啊，这个。回家撤退。回家了。我在看那里，气氛到这了，说句爱我吧，我爱你。所以你们老家话，你爱你怎么说？我爱你啊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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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！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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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抱我吧。我爱你。哎呀，我肚子胃痛。我吐了，不行，我跟小趴菜一样，晕了已经，回家吧。不行，回家。什么叫我没有语言天赋呀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
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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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完全跟我说的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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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一样吗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哎，不学了，好难啊，学不会。湖南话怎么说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黑风雷，不提醒。好，走吧，回家回家。回家。钱，我手机呢？走了，家人们，赶紧回家，别在这里丢人了，你都还有别人，这里不是酒店，没有是你。陈律不会是个公吧？男人嘛，上头都一样，管他什么一不一零，感觉到了都一样。让来点感觉了哈，上面播的给我播的有点感觉了都，回家吧，冷静一下啊。Wait a minute.